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Nico。 我这次呢想要与大家分享我经常佩戴的这一款太阳能手表，就是这一款西奥朵拉太阳能手表，是真的太阳能手表，而且还有提供15天的鉴赏期和一年保固哦。这一款呢是神力女超人的太阳能手表，那它官网上面的话有礼盒组，也可以搭配不同的真皮表带。那选择单只手表的话，里面的话就是也有这样子很漂亮的精美礼盒，非常精美的包装，让大家看一下，因为我觉得它这样真的非常有质感。你看，好美哦！里面呢也有附上保固卡跟擦拭布，所以大家送礼的话也非常的大气。我现在这款是红面链带美金，大表面，直径有42mm， 设计的非常精美又细致，任何细节都不放过哦。我啊，第一眼看到这个玫瑰金就是吸引到我的目光。你们近一点看哦，它的玫瑰金的颜色是非常典雅的，再搭配红色的表面是很少很少看到的配色，真的很漂亮。还有神力女超人的具有代表性的标志 W， 它坐在最上面这边，而且它的标志是真的做得非常的细致。购买神力女超人系列的全部皆有这个 DC 的认证授权卡，它这个都做得非常的细致，我是真的觉得这个非常值得收藏。如果你是那种 DC 英雄迷的，你是真的可以把它收藏起来，它这个是做得非常的漂亮。它的表盘啊设计是立体的哦，功能呢有码表计分啊，24小时制的时针，那码表跟电量显示的话，它就是在下面这一格。表壳的材质是使用304的不锈钢，大家最注重的表面的这个玻璃啊，它是使用矿物玻璃。那表带的材质它是使用实心的304不锈钢，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的扎实，它不是那种感觉戴起来轻轻，它是有稍微有分量的哦。你们会想说太阳能的手表，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去给它照太阳了？其实不用，你要是在任何的光源下，或是现在室内的光源，或是你带着它到户外，就是有照到太阳的话，它基本上都会是在充电的状态，所以我觉得真的很特别。它就是充饱电之后呢，它可以自行运转，持续到4个月。它晚上使用的时候啊，指针啊，还有这些有白白亮点的这个部分，它会是夜光的哦。手表本身它自己的话就有 5ATM 的生活防水，基本上就是在洗手的时候不小心有点泼到或碰到的话，也不用担心，直接拿纸巾啊或是你的手帕擦一擦，擦干就可以了。连手表背底盖的细节啊都让人很惊讶，就像是神力女超人的圆盾，它做得非常的细致，处处都是细节。手表搭配日常的穿搭，或是你穿得很正式要去上班，或者其他的正式场合，我个人都觉得它非常的百搭。因为玫瑰金啊，它的那个颜色就是非常有质感的，它不会过于突兀，就是会有增添年轻啊活泼感，所以我是真的觉得它真的很美，它超美的，美到让我觉得就是很精致，它完全也不单调。或像是我现在在影片里面跟你们做介绍，我穿这样子很简约的衬衫，其实搭配这一只手表就是比较正式。那搭配衣服上面呢，我觉得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百搭。我已经说过，它这个玫瑰金真的太有质感了，我都质感到皱眉头，因为它真的太漂亮，就是有一种画龙点睛的感觉。那对我来说呢，它这个表带就是不会说太女人味很重，那它有点带个性，就是比较喜欢有点个人风味的人，个性感，那这个就表带就非常适合你咯。像这样子的表链要调整长短度，自己就可以处理咯，不需要特别去手表店做调整。购买的手表的时候，里面就会附上一个小工具，很简单，几个步骤就可以做调整，也完全不需要裁剪表带。送礼自用都非常适合的精品手表，想要呈现自己的独特风格的你，也欢迎大家到西奥朵拉的门市或是到官网去逛逛。那我会把它的实体门市的资讯全部把它放在资讯栏的下方，提供给你们大家做参考哦。